现在是六月不知道几号的礼拜天，然后我来到了这个 ALT。今天盛世夫妇会来这边当一日店长。上次我去他们发牛蛋的那个活动啊，提早一个小时，那边就已经有一卡车的人了。大家可以发现到这边已经有一些人了。现在是活动开始的一个小时前哎。今天呢，我提早三个小时来，但是好，那这三个小时我就看我要怎么处理啦。那今天我抓了一个明明不是剩粉的这个，嗨，有没有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熟悉的长谷川昂。还有今天是六月二十五号。那这三个小时呢，我有带电脑来，所以可以很方便的杀时间。那你就去打你的 Vita 吧。那这三个小时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喽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现在貌似开放排队了。根据现场工作人员表示，有 ALT 周边的会有优先入场的资格，但是我今天只有带这个，对 ，ALT 的贴纸。然后我有问过工作人员这样算不算，他们说 OK， 所以我们就排在优先的队伍。那接下来就加油继续排，等到两点半入场吧。现在貌似开始发号码牌了，这个人还在打他的 PS Vita， 就准备拿号码牌喽，不要打扰打in game的人。是号码牌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三点进场。就是我们的号码牌，没有没有，你有没有找到一个盲点？限999元以上使用，靠你啦，干爹。现在离三点还有一个小时左右，那我就干长谷川的手机来打个 Sidus War Voice， 反正只要有in game， 泡个两三个小时我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少年，少年，要开始了呢。郭胜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这就是先看这个。嗨，帅，帅。穿制服，哎，制服，文校是吗？对啊，是制服，哇，是台湾发的衣服。那有什么交代不周的地方的话，请大家尽量见谅。然后，哎，记得，哎，天气很热，记得大家要补充水分，不要热到，好不好？然后待会进来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好不好？就由我来为大家服务，都没有问题。希望我们今天有一个愉快的午后，好不好？感谢。那我们待会就要正式营业了，好不好？正式营业，非常开心，可以进去了。哦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进去里面有进步啊，谢谢。他是我的合作伙伴。加油加油！就是长谷川昂。对。坚持下去，加油。好。
我跟长谷川就这样从店里面走出来的。那很悲剧的事情呢，就是那里好像是先消费，然后拿明信片才可以给盛世夫妇签名，并且合照还有录影。那我最近吃土，然后我不知道我还来干嘛的，所以我觉得这部 vlog 好像是就是硬干出来的，有没有？硬生出来那种，明明也没有拍到什么，然后就硬生出一部影片。哎，这样会不会被酸民呛我在拍废片啊？你本来就很废了，没关系啊，不是？林北的频道名称你忘了吗？文笑的小小超废频道真的很废啊，不是？那最后就是盛世夫妇，如果你们现在在看这部影片的话，7月30号的见面会我会去，我应该也会去啦，然后应该，既然这部影片是有关于盛世夫妇的 vlog， 那我们的结尾就是影片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下面那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去订阅 YouTube 频道。我每周2、6晚上9点不准时发布影片，一定要。各位同学们，我们后面有车，我们下次见。Stop! Stop! Stop! Demon! 拜拜！现在我跟仓谷上去打台了，那我们看我们打完台回来是不是还是这么多人 ？OK， 打台喽！脏。OK， 我们打完台回来了，然后，嘿嘿。